我两个都有啊，家己了有。无，即个，即个就是讲，一条是的，另外就三块钱，块钱啊。来，一千块，两千块啊，咧，一千块，大家你可不可以一千块来去？八两千块。来，请问完啊，来，你有想要吃？要吃。来，我就想给人家。想要吃不白，要吃。千块，你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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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
要那台电话进去吗？一定爱得。什么？一台1000块啊，1000块，很漂亮。对，很漂亮。你要吗？来，要拿起来。螺丝钉的哦，1包500公克哦，来这，来最好解的哦。这种包的费吧，1000公斤，听下去有螺丝钉的，跟1855是一样的，来全过来，来最好解啊，500的啊，哪里？这修缮啊，这穿我那个物件得1000块。来，别讲，各位下班了，100块来。他说那是何氏冰。什么是何氏冰？大姐。香肠。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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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萝卜帮我看看他一下。太可怕了，100块跪一下吧，上面哈呢。等一下。来来吧，我爸，我爸，这跪一下吧，这里是你。超营养的呢，这纽西兰的跪一下吧嘞。来个意大利面，峰哥。倒霉吧，青春姐妹来跪一下，800块来。来，爸爸。我爸爸在那边赢钱哦。你赢钱，我你爽。你赢钱。给他下班哦，不要一团。今天下班不要双拼了，今天下班三拼，好不好？三拼哦，不是双拼哦，三拼哦。有没有下班三拼的啦？因为下班贵呀。不清猜想一样，跟小爸说的已经足够一份五，任何一种鱼的下巴500块就很划算嘛。只要有您三品鲑鱼下巴，好嘞，500块，对，我给你。来，我爸好漂亮，记得一点啊，好凶啊！您明仔不跟看到我那边啊？上面啊，那我爱吃下巴的金贝，这2包我跟你讲，2包1公斤就450，行情就是安尼。我纽西兰买下巴，这白好吃，但是行情较贵。过来做什么下巴的人啊？这你已经足少看到我了。下巴哦。来，500块来，12346个客人来五，来500块来。我爸说阿哥在那个几块块的，我去年了，他本来没多久的员工，是啊，对啊，对对，今天而且集团摆明了就是要大哥喽，来我爸喝的，真的好吃啊，来我爸喝来，六盘而已，各位。我七盘而已。我带你媳妇过来那边啊，来我爸过来，中秋节了，给个秋节来，下班我爸。来我爸喝。在锅里边做。我们家是边把锅炖的哇。那边呢，金德炭子那边啊，谢谢啦。你对我搞得怎样？哦，我们个意大利面唱碟基本，地基啊，地基来的。看好啦，7个客人而已，七八块。好班的下巴，这大车哦，这大车好班哦，一只只有1块下巴，这点小弟，烤肉下巴拼盘，一千个，撑下下巴，石板下巴，鲑鱼下巴，来我爸的，我爸过来，100块，500块，一人一份，讲真个啊，这盘你卖就紧卖，无我收台等下，我是无可能卖你啊。因为这价钱都很高啊，这盘不可能卖你500块了。我请教别了解，我刷人，我你别准备这个，去管你。金龙沙许我了，缺两个，来我把这证明拿，来，不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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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不该花一千啊，花一千几，来五百好。五百再来啦，啊是的啦。鱼下巴，鱼下巴，来五百好。来几盆尾鱼、鲑鱼，中午啊，来五百块跟最后两位。青菜墙的全部五百。来三种下巴，三八斤了，三八斤了。绝对一样，超过五百。真的太可以了，都买到了吗？下巴五百，五百鱼下巴五百，好，谢谢你们。那抢旁边，对对对，那不客气。两倍，好，谢谢。来，按你们按什么？这个下巴而已。我要红色的这个呀。没有。好了好了，把这个先收起来了。他们不懂货啊。同学都没听啊。你要吃尾鱼的呀？哦，尾鱼我没来。尾鱼一样便宜卖你们四个客人而已，打五百块来，四个人给多少？来，赶快五百块。马基，你要吃啥？你给我放。刘二良鸡腿听到了，说到了，来我爸过来，我一下班，本来有人盖一单，单着下班，来我爸过来，我一下班，我那边我爸就开始，我的父亲，今晚那边下班，我他妈给人家弄出去就去，当然我给他推荐嘛，你们，来。因为看你讲的呀，我真开心呢。来，我爸后来贵了没啊？我要小姐妹来啊！来，继续。东区那些下巴超好吃的，你知道什么下巴的？你敢讲？我不看那点人啊，别当进来来，我爸。真多关系。来，我爸后。我已没有了。来，我爸。打快的，看喜欢吃下巴的，打五百块，给保安躺着，来五百的。有贵的。没跟门啊，没跟门啊。来，打过来，没跟门啊，来了，你送姐来。有贵的。来，四个客人吃。五百块，我爸过来，七个人给的。来，属于保安打过来，来。来，我爸好，最后三位了，鲑鱼下巴，尾鱼下巴，刚刚有了哈。好嘞，下面后面的都有点的哦。来，帝王蟹棒。来，我来讲啊，四个人给两，四个客人，我不可能有三个产品。来，这帝王蟹棒，这十斤本来就是三百，我一斤三百嘛，对吧？一个廿十斤，出来我三，没三百，来两百块来，两百块来，帝王蟹棒，一个人拿十五只，来两百块来。也可以找我冰冰汤，把冰汤，咖啡冰冰的上去了，来两包。猪排啊！有，在那边的，来人八百，小姐要去增加了啊、哦！来找八百，三个，来两百块，一个人十五只哦，不要再考虑了、哦，来两百块对了哈、哦，来帝王蟹对吧？来三个对了，来阿妹讲第白几对？铁路猪排，你是个铁路猪排，铁路你没全点的对啊，没全点发进来，但我可以选择一点五元，你挖个七五，这也不是黑五加。这个是我们以前卖过，可是很久没有卖了。这是客人点菜的，我要点出一杯行，对，对外点还可以。三样给你，有十五斤。来，五杯菜来，四杯，五杯，八杯，我来讲个产品给你哈。它没有骨头了，它叫蒜香里脊，猪排，一盘都会做。那么贵啊，虽然一款还不多的，但是一做高，它很厚，真的很厚，烤起来超香的，用煎的也不错。来背点的七八的三八，来两百块就绝对了。两百块钱，来两百块，两百块十倍的两百块，别样真别样憨哦。老板没来啊，老板照啊，我讲这足够的啊，给他去买十倍上去的，来两百块，蒜香里脊猪排超香的，用煎的用烤的非常好吃，来两百块，蒜香里脊猪排在那边蒸吧，在那边憨吧，来两倍，来背点。来十倍，来个上品的，来两百六，两百块来，蒜香里脊猪排在还没蒸毛，两百块中秋节限定哦，中秋节鬼我怎么不爱你不要，你最近在喝家感是不秀，来，最下面那箱就是铁路，最下面那箱，来牛二两鸡腿排两百块面，这些辣的吧，牛二两不是辣的，牛二两不是辣。来两百块来给牛二两，记得来，来两百六。哎，对，我去阿伯，这个话，这个我都给你了，你看。
这么贵了啊？鸡腿排，买200块几个买？2块几个买？赶快！买两个，三个。几个赶快，6个而已，六个而已。来。来。拿一个人拿10只，最后3位，牛二两斤的牌，赶快。这场还有共行的，来人报号来啊！牛二两斤的牌，来三人的铁搞点的，因为一张卖不出来嘛。OK。请问牛二两三没有？我们有培根吗？来，帝王蟹搬来。有啊，可是今天没带，我刚来有。你们看有无俩？你们看有无？看到在来无？不会的。来，铁路出版，给你两百块。是的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铁路出版。没得我啊。两个三个。太热了吗？你爱动啊，你有需要动，爱滑雪。滑三个得了。现在慢慢才有人。来500的。我告诉你，这个修数科，来来来。拿新的，这铁钢铁拿新的，两千万，跟住，来3对7对，我给了。喂。拿新的，这铁钢铁啊，看嘛，该跟住的啊，跟住，我推你去了。二楼，喂，二米七怎么掉了？哎，给他这铁头。多少钱来，我们这鸡排，那就等这个铁路鸡排来，这个是黑油椒的。有吗？有。这嘛带过来，这个铁路鸡排，我们每辆都会有，来能包吗？200块来，来两对，来3对，来7对。对对的，这是几个啊？来7对，8对。来几对吗？来高点，赶快找点一行搞到对，来能包过来，黑油椒带骨鸡排非常好吃，来3对。来六对，来7对，对对高对来10对来200块，最后2个人给黑油椒猪排，弄过没来？这行海鲜好吃啊，你点没有？好了，谢谢。要喊下去。来都加小香肠吗？来牛二两三来，都加对哦，这些披萨都在站的面前，放照啊，这个富婆款啊，来我一个发过来，2个人给对对。500块来，我的皮好，来小香肠，我让给姐打包掉，麦克可以玩两包，来去办好了，一百块，这样子100的啊，这皮小香肠超好吃的，用真的用好的，来100块，不是7条，不是10条，一个人分15条、14条左右，来100块而已，有，来100块，鸡腿是两根改啊，三个。你敢掏个奖出来？快点啊！只有2个了。几个？只有两个。你有3个客人买我的小香肠，你有人没吃小香肠了吧？最后2个人给，100块呢，小香肠，我你们给了几包不？我就给两包了。好，你看不会高的，包括咱们家弄的。兵哥，你好，来，兵哥出现的，客人给他分晚饭。来，兵哥是兵哥是要出现，你这一阵子太热了。对啊，你嘞，番茄你等等。来，要吃蛤蟆来，蛤蟆后边搁只嘴哦。哦，没错啊。来，先来搞几包出来，这千层派我先搞点来。上面那个就是70，上面那个白白的就是70，里面是熏鸡，熏鸡片。哦，你回去去炸锅用烤箱，没有，这搞得开心啊，今天的拜啦。熏鸡70千层派，老妹吃来开300块了，一个行去拜两块，伊阿伊三块，要吃开300，4块而已。
来我给你，我给你打个背标嘛，来先七千成败来，沙发后来这个真的好东西，这才香起来就有米香，来沙发烤香气炸锅都很方便，外公来我给你七千，今天 Q 我给你，真的好吃，这个没有常常拿来卖嘛，你这把都盖成米香汤，我给你了，来一个人五片啊，动作快哦。我看三百块，就一个人加买啦，两百块我得两百块来，先吃先吃饭，两百块只有小姐会吃这个东西，你们都不会知道。我拿四袋卖两百就收少啦，才五袋呢，我得多。七龙虾来四个人加，来这会涨，真的好吃。来两百块，最后三位了，先吃先吃饭，来两百块了，六袋啦，要怎样？比披萨还香啊！这比披萨呢？这个比披萨还好吃呢。来两百块，星期千层派，最后两位了，对吧？谢谢，感谢你的汤品。最后一个人给千层派两百块，最后一位了，两片两百，餐厅价的直接给小。这不是四片，这是六片来，最后一位来两百块，星期千层派阿伯伯也去，等八号阿伯多少钱啊？请问这不完吗？外婆，这不完。无买到也去。顿家庭啊，冰箱细加小家庭，我阿你亲戚，我讲阿飘拢袂啊，阿你亲戚吧，唔捌食过客三地，但凡两百咯。我亲戚，三个人计来七百块，七百，千千块我不讲袂七百，七百块来，讲话，话妖笑啊，假牛，出来咯，七百块袂用吃，来。哦，阿妹姐姐来，鸡腿酥，这小姐拢尝，我来上面面食下，好食伊拢尝啊。来，我们姐姐普通鸡腿酥的，哎，其实他已经缺货缺很久了，我们硬是要卖啊。我硬要甲摕起来卖啊，不管你起价，我嘛是要卖恁啊。但是我讲我们微调而已，我们没有涨很多。然后阿妹姐五百块啊，鸡腿酥来，来都给我了，聊完了，哎，就这样要求嘞，就忘了。多久啊？五个起立，有起立啊！这一包一公斤，现在一包你妈的三百块都买不到了，我给你五百块两包而已啦。今天要下不补了，都没有补了，好不好喝？超好吃的，对不对？鸡腿酥我加了个补锅，真了袂歹，但是足贵。用心，你搞的我嘛小你欢喜。三公斤五百块，补公鸡腿酥，超好吃的。五百块，最后剩三个人去，也就是说，今天五百块买这两包了，买袂到啦，来啦，五百多啦，最后两位了，普通鸡腿酥啦，五百块啦，五百块，你唔忙讲讲，这三包五百是买袂到的物件咧，这两包五百就无啥买袂到，这三包，来最后两位了，五百块，拢准备了，吃了没有？我要吃黑呀，哇，你袂吃，你袂吃黑，不然那个兄弟又增加两包。再给我人亲切了，来来来来来，以前你欠我，来干杯，给你恭维了。我来嘛，这很简单。美女的阿宝，这亲大亲的宝，你大囡仔，你表阿囡仔，阿七包千二块，七包嘛，美女买一两包，七包多三二五百咯。阿宝，你买七包，你两包三二还五百咯。哈哈哈哈哈。拢会散啦，搞啦，这大车拢会散啦。啊，鸡苗你要吃百五啊，对啦，一百五啊，总共多少一公斤啊？啊，是要买两百？百五一啊，三千平板啊，对。好，不是给他晒的，靠腰啊。OK。嗯，我三百斤。来，我八块，准备两百三百下，阿拉鸡腿堡五百块，我八。一百块钱。准备两包了，卡拉辛辣鸡腿堡，他们家鸡堡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这是鸡腿堡嘞，没有骨头的鸡腿堡嘞。Hello， 来三百五，两包拢我你阿哥啦。怎么样？两包是五百块的物件嘞，来奥林匹克一百块，一百块奥林匹克吧，一百一百一百。我你今天不要讲，我要正气是蛤蟆的，是那个挂这边，挂对方，这叉叉，超好吃的，来一百块。炒泡菜哟、哦。来七个人去，来六个，五个四个，
啊，最后坐到这条路，你来三万块来，我这边，大哥，坐过去了，一百八，来下底下来，赶快，三个客人，好，这里三个客人，啊，这是两，丁哥片，丁哥我等你等你来，丁哥片你差不多完了，三个，啊，这是小香肠，刚才是买的小香肠。那个奥林匹沙等我一下哦，来小香肠上面小香肠，啊大哥来谢谢，来小香肠最后一块了，来一百块了，谢你们，谢你们。